那是看不出来。算了，不管它了，哎，万一坏了，到时候坏了再说。坏了再说吧。嗯，这也忒奇怪了，我从哪儿吸满了水泥？就是管子坏了，刚才看了一下，慢慢找，肯定找到。对，到时候转天慢慢找。现在它严重到什么程度？就是那个板子吸满了水，从那个板子往外渗水。我刚才一按，水就往外跑，从那个板子里面往外渗水。可见那个板子被泡着有多那个。这个肉鸡这么吃不好吃，肉鸡老了，它的肉已经不好吃了，家里还在养。换车，换车换不了。因为啥没做？因为刚开始没解冻。这鸡老了。这鸡这个肉已经发面了，里面的就是感觉不像肉了，像是一坨面粉的那种感觉。春天吃的时候好吃，我家里舍不得杀，他说还养着，等我回去再杀，再杀我也不要了，不好吃。是半大的，它长老了，它的肉全部是那个。像面疙瘩了，它不像肉了，没有肉的口感了。不是，做酱油鸡都啃不动。那得像木材一样，不好吃。已经是没法吃。是白色的，不是白色的。黄色的，也是这个灯光看不出来。肉鸡都这样，这是自家养的羊，时间太长了，不好吃。我春天回去的时候可以。年的，我春天再回去的时候，那个杀的那肉鸡太好吃了，那个肉鸡简直，那个肉很好吃，肉一丝丝的，而且又嫩。不是羊肉，鸡肉。现在这个吃起来就像是吃淀粉肠，就是有点像淀粉。像柴了。